一个国家的强大，除了军事实力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实力。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，成为亚洲第一。虽然和美国存在差距，但是在未来中国肯定会超过的。目前中国的高铁、基建设施等非常厉害。有人这样形容中国，只要你一个月不到上海，那么你就要重新买一张地图了。这个也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确实惊人。